爱吃水果，小烂人，超爱吃。你干嘛？十二块计这样多？对啊，留起来是好的啊。这个可以加上可以直接吃嘞。那就买这个啊，然后放到我们房间，然后那个炉子上面。我看起来也还不错啊，还不错。哎，你们有拿这是不是？我觉得这看起来非常的，就知道你想这个。哎，那这样根本没办法吃早餐啊！对啊，以前看早餐怎么了？超痛啊！换七次，然后我们要利用10分钟。我们大概7:20就要在那边等早餐，然后他一上楼嘛，我们买水要喝什么？对啊，打开水龙头喝啊！真的假的？不是可以吗？对对对，说会有地下道的水，最大罐，最大罐才0.5哎，20块台币。对啊，要不买？很重啊！在凶人呢、啊？对啊，真的。去那个橡皮沙也有那个什么，快一点啊，超凶。快一点啊，快一点。那个我直接把你。你都不知道我们俩演啊。想叔叔，啊，
麦片麦片在哪？麦片在哪里？有啊，我已经交机了。麦片，你这个就帅耶。麦片在哪里？人家刚坐坐坐，他就过来了。我们要看起来像老鹰耶，怎么这样？啊！好吃吗？乌鸦在想说这么过分吗？好生气，好生气，他怕好生气。为什么？终于可以吃饭了。鸽子也来了啦，别走了啦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药丸。为什么要放一堆药丸在这？叫你买那个6块钱的包了。为什么要放那么多药丸在这里呀？对啊，对啊。说解说一下。有兴趣的人才知道啦。哇哦，这个就可以。吓死我！我甚至他就叫了。晚餐。